Jumdun dim gumbo jahura yang la jang za lo gung lo tru dun yi dun dun yi dun nam da ra sa chen yi dong ga jib zang jib jir ni ji da gara la wam za na ga na du bi dun ma ru mun dun dun ra chi sar gung la ba ju da ju yang la du ji yang dun song du dr ji dun ni mo ni lo ni ji za du dun dun Marigama zir dungram nyaga janye jamza rajana Dungli da jang sab jinda zong yun dungli zong jati do Shudra jadam janye yantim dalu man zir jamra yang la anta do Tsir duna jijim jira o zir Dalu dham man bara zani Gadam dam ju jang lu do ba Lu ju bu bi na wa kita so Je chenpo tsordana nyingme zhang zhongde mong chenpo ngam jya Pakir dangam zandu shenme do Tumpa dikje jangla shang zan lo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法师，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下午的这个课，那么今天下午的课呢，叫做这个藏传佛教的幸福学，那么这个丹江大学，今天我们可能是这组的大部分，一部分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那么一部分呢，可能是外面的这个学佛的人，不过都没关系，我想。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藏传佛教的幸福学，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去理解和解读，那么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有信仰的，或者是没有信仰的或者是有其他信仰的，比如说像基督教呀其他信仰的，或者是完全没有信仰的，比如说一个唯物这个论者，也没关系的因为我们人类或者是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共通的这个追求，那就是幸福。有不同的这个人种，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区域，但是呢所有的生命就有一个共通的目标，这个就是幸福。那么这个幸福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获得幸福这个有可能一部分是来自于无智一部分呢来自于音乐一部分来自于这个艺术，一部分来自于哲学，一部分来自于宗教那么这个宗教里面呢有很多，有佛教，有这个西方的宗教，有东方的宗教，有各种各样都有总的来说都是给人类创造幸福全人向善的一个这样子的文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的这个课虽然是叫藏传佛教的幸福学，其实这个幸福学呢，我们什么样的人都用得上，有其他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或者是这个学汉传佛教的、南传佛教的，什么样的人都能够用得上。那么这个幸福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比如说外面的这个，比如说学佛的学佛的人，比如说我们学藏传佛教的也好，或者是像学汉传佛教的也好我们学佛的这个过程呢，也应该是一个幸福的过程这个学佛呢应该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快乐幸福比如说在一个家庭当中一人学佛全家幸福就是应该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目标，这个就是佛陀的这个当初传法的目标，其实也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达到一人学佛全家幸福这样子的效果呢？我想我今天就是介绍
两三个这个方面啊。首先第一个，什么叫做幸福啊？我想首先我们今天讲啊，什么叫做幸福，然后呢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幸福啊，这样子。那首先啊，幸福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就是有这个比如说宗教节啊、学术节啊等等等等，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啊。我看过一本书，叫做题目叫做什么是幸福。那么这本书是全球100物事物为大事级别的人啊聚在一起，然后大家讨论什么是幸福。那么其中啊，什么是幸福呢？有人说啊，幸福就是和睦的家庭啊，家庭和睦就是幸福。那么有人说幸福是什么？稳定的收入啊，有稳定的收入就是幸福。那有人说啊，周游全世界啊，能够周游全世界，全球旅游啊，这个就是幸福，这就是幸福，然后有人说呢，啊，一杯水就是幸福，啊，一杯水就是幸福，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幸福呢？一杯水啊，一杯水幸福呢，还是啊，周游全球是幸福呢？到底啊，什么是幸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理由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依据。那么到底啊，什么是幸福？这个很重要了啊。美国有一个教授叫做麦克马洪，他花了6年的时间呢，写了一本书，应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叫做什么呢？题目叫做《幸福的历史》啊，《幸福的历史》。他用了大量的这个历史的证据，或者是现代的这个状况啊，最后呢，写了一本书，他分析研究很长时间，就花了6年的时间，最后他的结果什么呢？我觉得他的这个结果是比较悲观的啊。那他怎么说的呢？他的这一本书的结论啊，他的所有的结论呢，就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啊里面，他的结论就在这里。他研究了6年的结论就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行里面。那么最后一行里面的他的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幸福啊，永远就在想象当中啊。对呀，没有在生活当中啊，这就不就很悲哀吗？啊，我们可以就在自己的大脑里面呢，可以创造一个所谓的幸福啊，然后塑造一个幸福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往这个方面拼命拼命拼命，但是最终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可能啊，这个东西的存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没有，永远都停留在想象当中。我们可以去想啊，把它作为一个理想，去追求，但是真的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真的有这么惨吗？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想这个有可能啊，可能是这个寻找幸福的方式啊，就是出现了错误。错误的追求，错误的渠道，那就是结果可能也不是很理想了，可能也许是这样子的啊，也许他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是这位教授的啊，这位教授的他的研究的结果，这是他的结果。但是我们很多人啊不认同，为什么呢？我们不认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永远都没有幸福啊，从佛教的角度讲。从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经验的角度讲，我们今天没有我想可能是没有大部分的人就不会说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啊
不存在幸福啊，我们再努力也是不会有幸福的啊，幸福永远都停留在我们的这个所想象当中，不在生活当，这个可能很多人啊不赞同的，那我也这么想，这个不赞同啊，不是这样子，但他有他的理由啊，这个我们先不分析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保留啊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这个去看看啊，什么叫做到底什么叫做幸福啊，什么是幸福啊，这个很重要了。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好啊，那就这位先生吧，请你过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谢谢你站在这里啊，然后呢再请一位啊，你啊，请你过来问一个问题。好，你们两个人啊，一个人两分钟的时间啊，请你讲你觉得什么是幸福。如果纯粹就世俗的角度来说的话，世俗的角度、如果纯粹就世俗角度来说呢，如果是我个人可能认为是达到他在人生的旅途，不管是平坦的或者坎坷的过程里头呢，如果达到他某种需求的目的，那么在这对世俗角度来说，可能对那个当事人来说，他认为他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幸福。谢谢您，谢谢。你到这边讲，就是如果活着当一个人的话。然后长大又步入家庭有事业，就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健康，事业又能够圆满，家庭又能够幸福，那就已经很幸福了。但是就是一路走来总是会觉得人生是很孤单的，对，所以一直要跟着佛菩萨的脚步才会真正觉得幸福。谢谢。好，两个不同的这个结论啊，就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两个就比如说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观点呢都是对的没有说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大师级别的这些人呢，比如说家庭和睦呀，收入稳定的收入呀等等，他说了一个具体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位先生呢他没有指出一个具体的东西，他的意思就是说在世俗在生活在工作当中啊，他达到了某一个他想达到的这个目标的时候呢，就是幸福。好，那么这位女士的这个回答呢，比如说家庭和睦呀，这个稳定的收入，刚才也被我说了没？不好意思啊，忘了啊，等等等等，反正是比较在生活当中比较成功的，就叫做应该是叫做幸福。但是呢，在一路上人很不容易的，所以还是需要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啊。这位女士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我想这两个都不排都不排除啊。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稳定的家这个稳定的收入是不是幸福呢？它也是一种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一种渠道，一种条件啊。然后同样的，比如说这个和睦的家庭有些呢可能是周游全世界甚至是这个一瓶水，有些时候呢都它可以变成一种幸福的这个因素。但是呢唯一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弄清楚。这是什么呢？这些都不叫幸福了。比如说家庭和睦它是不是幸福呢？它不是幸福，但是呢有可能家庭和睦给我带来幸福感。然后呢稳定的收入它是不是幸福？它不是幸福但是呢稳定的收入可以给我带来幸福感还有就是就我们现场的这个两位这个师兄他们讲的
也是 有道理的。比如说人啊，他想达到的目的达到了以后呢，他就是有一种成就感啊，有一种满足感。那么这个满足感是非常容易给他带来幸福感，这个是这个满足感呢，离幸福感是很近的，很近的。但是这个满足感呢，它是不是幸福感？它不是，它是一个幸福的啊，幸福感的一个给我们创造幸福感的一个非常好的因素，但它还不是幸福。那么这些都不是幸福，包括一杯水，它也不是幸福。但是它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条件。我们这其他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一杯水啊，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啊这个？给我们创造幸福的这个因素呢，比如说啊，在夏天在炎热的这个高温下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工地啊，建筑的这个工地上的这些工人啊，比如说他歇下来啊，就在稍微找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啊，那给他一个一瓶矿泉水，让他休息几分钟啊，他安心的这个喝下这个凉快的水的时候呢，当下啊，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很幸福啊，非常的幸福。所以我们不排斥在生活当中，包括一杯水啊，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啊，都不是幸福。水它是物质啊，然后呢，家庭的和睦呀，等等等等啊。这些都跟我们的主观的意识没有太大的啊这个关系。那么幸福感呢，正好是我们的主观意识的一种感受啊，这个应该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啊。比如说我们人有幸福感啊，机器它是没有幸福感啊，然后呢车子房子它们没有幸福感。为什么没有幸福感？因为它没有这种主观意识，它没有这种人的这种情感，所以它没有啊幸福可谈啊。那么我们人为什么有？因为人不是机器啊，它正好就是有一种情感，有一种这样子的意识啊，那么这个意识它就有可以有这个这种感受。所以人有情终生才有幸福和不幸福的这种分别啊，这是为什么它有？因为它有主观意识啊，幸福它是主观意识的一种感受啊，这个是佛教的结论。首先啊，我们讲佛教怎么看啊，这个藏传佛教，虽然我们题目是藏传佛教，但这个不分藏传汉传，这所有佛教都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从佛教的角度看啊，幸福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佛教就不承认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有这个幸福的存在呢？佛教不是说轮回痛苦吗？那么既然轮回都是痛苦，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谈呢？其实都不是这样子啊。佛教说佛教第一个，我们用佛教的立场去看幸福，去认定幸福啊，去给幸福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什么是幸福呢？就是幸福，就是我们内在的啊，今生的一种愉悦的啊，这种感受啊，这就叫幸福。那么这种愉悦快乐的这种感受呢，有些时候它来自于啊一瓶矿泉水啊，有些时候啊，有些时候呢，它来自于这个家庭的和睦，有些时候它来自于这个啊稳定的收入，有些时候呢，因为他上班啊经常心很闷很辛苦的时候呢，周游全世界或者是出去旅游，也可以给他带来啊，可以给他带来这种感受啊。所以呢，这些全球155位大师啊所讲的，和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啊这个师兄他们讲的，这都没有错啊，都没有错。但是呢，最关键的啊我们都没有说出来。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一种外在的条件啊，外在的条件，它并不是幸福本身。所以呢，我们
全球155位大师讲这个心福的时候呢，为什么没有一个啊共同的啊这个观点呢？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心福干呢没有到往里面去找寻找答案啊，就往外面去寻找一个答案的时候呢，那么外在的东西啊这说不清楚的。有些时候家庭和睦是幸福啊，有些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家庭一直都和睦的话，他慢慢的他不认为这个是啊幸福，他麻木了，他不认为这个是幸福啊，他会去寻找其他的刺激啊，他认为这个就是幸福啊。所以这些都是外在的这些东西呢啊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呢它不是啊它不是幸福的这个真正的因素啊。我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嗯。然后第二啊，那么佛教它是不是说啊这个轮回圣火里面呢，是不是它否定了所有的啊幸福，是这样子吗？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疑问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佛经里面讲轮回痛苦啊，动不动就说轮回痛苦啊，要解脱什么的。那么是不是佛教根本就不承认这个轮回里面有幸福的存在吗？啊，是不是刚才这位美国教授的这个观点是不是一致吗？不是这样子，佛教他没有否定啊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个幸福的存在。他认为啊轮回当中有幸福，但是这个幸福是相对的幸福啊，短暂的幸福啊，短暂的相对的幸福。有些时候呢因为这个幸福的时间很短很短啊，有些时候呢这个幸福当中有掺杂了很多很多的不幸福的东西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认为用幸福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生活这个轮回的话，佛陀认为这个不是很恰当啊。所以呢用痛苦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虽然这个轮回当中的不是所有东西都是痛苦，但是呢很多的都是痛苦，跟痛苦有关系，或者是一瞬间就变成痛苦啊，所以佛就是用痛苦这两个字来啊形容。还有一个意思，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觉得啊佛说这轮回都是痛苦的，那么佛教是不是非常的悲观啊，是不是很消极呢？它不是啊。为什么不是？首先让我们了解啊，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的啊，但是呢立即就啊告诉我们，不过没关系，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啊，有办法解决啊。那么办法是什么呢？佛跟我们讲这个从轮回当中摆脱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方法啊，告诉我们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并不是那么的幸福啊，有幸福但是并不是那么幸福，但是不过没问题，我们啊可以解决目前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啊，有我可以啊有一个可以达到一个很幸福的这个啊目的。然后呢就为了这个幸福啊，为了幸福这两个字去追求这两个字啊，去追求这个内容，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都是充满了希望，在轮回当中也就是活得很希望啊，很有希望，很充实啊，这样子。如果啊佛就只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在的轮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啊，没有办法的啊，只能这样子啊，只有这样子受苦啊，然后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的方法的话，那真的是很消极的啊，很悲观的，轮回就这么苦了啊，那我们就天生就是来受苦的，没有任何的希望啊，这样子呢我们对这个生命呢、啊、对轮回是非常的绝望啊，非常的绝望。这种人生观啊，其实这种人生观是非常的这个消极的，但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才对的啊，我们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啊这个现实，必须要知道它是痛苦的啊。有些时候我们很多人不敢面对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有些人呢，他就怕他的这个身体里有产生了恶性的肿瘤啊，害怕啊，然后呢不敢去体检啊。为什么呢？他怕如果医生告诉我啊，你已经癌症了，甚至是晚期了，那我怎么办啊？那么我干脆就不去体检了啊。这种人很多的啊，这种人很多的。我们比如说，那你为什么不去体检呢？他说我害怕啊，我害怕我不去，不敢去体检啊。那么你不体检，你这样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他当然知道不解决问题的啊，不解决问题的。但是呢，他就是害怕医生的这一句话啊，从医生口里面呢，第一次啊，他听到，他已经癌症了啊，已经得绝症啊，这样子他就不去。啊，不敢去检查，不敢去体检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方法啊。这个不解决任何的问题，唯一的就是回避啊，逃避。那么他的这种方法能够逃避吗？啊，不能逃避的，不可能的啊，逃避不了的。他也知道这个不是逃避的方法，同样的道理，我们啊，很多人呢、啊，就是很多人都不敢去谈死亡这两个字啊，也不敢去谈这个痛苦这两个字，很多人都不想去听这些了啊，很多人都不敢去讲这些，不敢去研究这些东西啊，为什么呢？这样子以后呢，他觉得啊，这样子以后呢，比如说他了解了死亡以后呢，他觉得很这个恐惧。不敢面对，但这种逃避啊，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做法啊。现实啊，逃避现实啊，是最愚昧的一种做法。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教的一切都不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呀，而是一种勇敢的去面对现实的方法。这才是佛的教育。这才是佛的教育，无论是藏传佛教也好，汉传佛教也好，南传佛教也好，都是，凡是所有的佛教都是这样子。佛陀讲轮回是痛苦，这个就是我们藏传的、汉传的、南传的、宪宗的、密宗的所有佛教的这个共通的啊，共通的这个观点，共通的人生观，共通的这个世界观啊。那么这个共通的世界观，首先让我们知道这个轮回啊是痛苦的，然后呢，鼓励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啊，既然这么痛苦的话，那你得去想一个办法，要这个摆脱呀，摆脱轮回啊。既然这么痛苦，你为什么不摆脱呢？为什么不去想这个方法呢？然后呢，他就推一种这个方案从轮回里面解脱的一种方案这叫做死生谛里面的这个道谛这个苦集苦就是让我们知道轮回是痛苦的。即就是，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痛苦呢？是不是我们天生就是这么来受苦的？是不是现在没有什么办法呢？佛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你为什么今天痛苦？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因果因果。如果你从这个因上面调整的话，那么可以解决这个痛苦。这个痛苦是目前是痛苦，但是呢，这个痛苦完全是可以完全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那佛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叫做道谛，死生谛里面的道谛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不悲观呢我们首先要知道这是痛苦的，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虽然是痛苦，但是没关系，这可以解决的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呢，我发现我身体有病了，但是呢，没关系，这个病是可以治的那这样子越早知道越好知道了以后呢，我可以去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道理所以呢，佛
他虽然是讲轮回痛苦，但是呢他不是消极啊，他不是悲观，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啊一种人生观。他教我们勇敢的面对现实啊，面对生命，面对这个生活。他从来没有教逃避现实这叫做首先这个是什么叫做心福啊？我刚才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啊。佛教怎么看心福？佛教有没有说这个轮回里面有心福？有心福啊。如果我们没有心福的话，人不心福的话，那么佛教它会自相矛盾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佛说我们的人和天人的这个是什么的果报呢？是善的果报啊，是善的果报。因为我们过去信善啊，今天就有做人做天人的这种机会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这个环境啊，既然是善的果报啊，那怎么可能是痛苦呢？如果善的果报也是痛苦，那么造罪跟这个行善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不就是痛苦吗？行善果报也就是痛苦啊，造罪的果报也就是痛苦，那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了啊。所以佛不会否定这个轮回当中有心福，心福我们可以去追求的啊。所以呢佛教的这个世界观啊，人生观它没有那么悲观，心福有的。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啊，那么有心福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心福啊，怎么样去追求心福？比如说一个学佛的人怎么样通过学佛的方法去心福啊，寻找心福。如果一个不学佛的人啊，根本没有信仰的人啊，那么他也需要心福呀，他也是人呐，他也需要心福啊。那么在没有信仰的这个情况下，他可不可以追求心福？也是可以的啊。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的这个心福的质数的高和低是有区别的，但是呢两种人都可以追求心福。那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心福呢？首先啊，我们人就天生就有几种啊，有几种固定的啊这个观念啊。这观念是什么呢？啊，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物质可以给我们啊带来幸福啊，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啊，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啊，有信仰的也好，没有信仰的也好啊，当然这个层次程度不一样，总的来说每一个人都认为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啊。比如说我们口渴的时候呢啊，无论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如果有一杯水，他一定会觉得这个是幸福的啊。那个时候的幸福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杯水。那但是呢，人的这种想法会随着这个时代啊而变化的啊，随着时代会变化的。有些时候呢我们认为物质是最重要的，有些时候呢精神上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啊，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样的时代啊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呢？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等一下啊也就就几位师兄啊也就回答一下啊。首先啊，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啊，还有一条狗啊，两个生命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啊，五天啊不吃不喝，狗也不吃不喝，人也不吃不喝。那么五天以后呢，这两个生命啊同时放出来的话啊，那么第一个时间当中啊，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一条狗啊和一个人啊，他们两种不同的生命啊但是他们有同样的追求啊，那他们的第一个时间当中啊，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回答一下，这中间有一位啊女士，
请你回答。这个时候呢，两条生命啊，就是这位啊，你呀、啊，好，请你过来。好，请你回答啊，一条狗，一个人，无天无夜，不吃不喝。然后呢，两个都同一个时间放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追求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食物和水吧。对，食物和水啊。那我们有多少个人呢、啊、赞成这个回答？我们举个手。几乎是所有人都回答这个问题，这赞同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对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位女士回答的非常的好啊。他们需要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他需要的什么呢？水和食物。这个时候这两个生命，你给他讲哲学有用吗？没有用是吧？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给他讲宗教有用吗？也没有用是吧？好，那这个时候呢，对这两个生命啊，其他的任何一个都是一样的。遗书对他们有用吗？没有用啊。首先要填饱肚子，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生命的一个天生的一种本能啊，人的本能，所有生命的本能。但是这个时候过了以后呢，啊，然后好，还是这位女士啊，跟我回答一下啊，你就在站在这个地方回答也可以啊。那么这过了以后呢，啊，比如说狗它找到了食物和水啊，那么解决了以后呢，它的这个饥渴的问题以后，它有没有第二个其他的追求呢？因为你不是狗，他不知道。好好好，回答得很精彩啊，非常。你有宠物吗？没有宠物是吧？那你的邻居有宠物吗？有是吧？但是也可能不是很了解，没关系。好，这个就不说了。好，然后第二。那你是人，人的问题你可能是没问题了啊。那人啊的这个填饱肚子以后呢，他下一个追求还是这个吗？不是是吧？是其他的是吧？好好，非常好，对对，这就对了啊。狗啊，虽然这位师兄啊，他说的这个很幽默的回答，他说因为我不是狗啊，我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推理的啊，我们大家都不是狗，但是呢，可以推理的。那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狗填饱肚子以后呢，去干活呢？没有看见是吧？啊，那。通常我们看到的是，比如说狗它填饱肚子了以后呢，它下一个去干什么呢？还是去寻找食物是吧？啊，水。好，水和食物，反正就这两个了啊。狗啊，它一般的情况下啊，特殊的动物我们不说了，在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动物呢，狗啊，它一般的情况下，它吃饱了啊，填饱肚子以后呢，下一个追求还是这个。啊，几乎就是没有别的追求了，然后人就不一样了，人填饱了肚子以后呢，他就有其他的追求，这个时候呢，人啊，人和这个动物的啊，动物的这个就这个追求就不一样，那么刚才我们讲的填饱肚子，比如说你口渴的时候喝到很凉爽的水啊。这个是什么？这叫做快乐啊，在中文里面呢，这个叫做快乐，还不叫幸福。但是当然了，有些时候呢，它也可以给它带来幸福。然后幸福是什么呢？
快乐和幸福这两个的区别。快乐是我们的眼耳鼻舌包括身体所产生的，也就是说这个感官的这个啊，通过外面的东西啊刺激我们的感官所产生的比较我们比较喜欢的这种感受叫做快乐啊。那么刚才这叫做快乐。然后幸福呢它不是啊，幸福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这个第六意识当中啊所产生的一种喜悦的感受啊，这个就是层次稍微高一点啊。在中文里面呢快乐和幸福的这个有一定的差距啊，快乐就是不等于幸福啊。那么幸福当中呢已经包含了快乐啊，这样子。那么人啊他的下一个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幸福，他就会追求幸福的。人和这个狗两个都一样，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从这个屋子里刚刚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我们刚才讲了食物，就是食物和水，总的来说就是物质啊。那么人填饱肚子以后呢，他下一个追求就不一定是物质了啊，有可能是这个哲学啊，有可能是艺术啊，有可能是宗教啊，就是这样子。人这个时候他会啊追求这些东西。那么比如说人和狗刚刚出来的时候啊，他需要物质，这个时候他的需求就是寻找物质。那么这时候如果得不到物质的话，他很痛苦的，两个生命都是很痛苦的啊。同样的，比如说他需要人他需要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比如说他想学哲学、艺术、宗教这样子的时候，如果他满足不了啊这个需求的话，那就是当初他得不到物质时候感觉到的痛苦现在开始了啊。这个时候不是物质，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找到啊他想找到的东西啊。刚才这位先生说了啊，比如说人的幸福就是他在他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他想获得的东西，他想达到的这个事情啊目的达到了以后就是幸福。对，就是啊我们第一个要达到的是要解决这个物质的问题了啊，那个时候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所以啊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教从来都不认为金钱是一个什么邪恶的东西啊，他不认为金钱是邪恶的东西。佛教他不会认为物质财富是邪恶的东西啊，一定要所有人都要去当苦行僧啊，一定要要过这个很艰苦的生活呀，否则就是没有办法当佛教徒，不是这样子了啊，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时候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的一些行为是比较过激的，比较极端的啊，比较极端的。学佛的人，就很多人觉得，哎，学佛的人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东西呢？学佛的人为什么要去吃这样子的东西呢？学佛的人为什么要穿这样子的衣服呢？为什么要开这样子的车呢？啊，学佛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开这样子的车呢？当然啊，佛的基本的要求是让我们过啊比较简单的朴素的这个生活啊，不鼓励我们去过很奢侈的生活啊。但是如果你自己啊有过去的福报啊，有过去的福报，有这样子的福报，不需要费太多太多的时间，不需要费太多太多的心，自然就有这样子的生活的话，那佛教是不会反对的啊，不会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啊，物质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是短暂的，短暂的啊。17世纪、18世纪、19世纪这样子的时候呢，东西方都需要物质啊，绝大多数的人都需要物质。这个时候呢，人都在拼命的去追求物质。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了以后呢，啊，然后很多人都在拼命的去这个追求物质，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啊，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规律，这是一个我们的心灵的一个需求，它一个自我们的心灵呢、啊，它也有一种自，它也有一种自然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嗯，它的第一个需求就是物质啊。那么它当它需要物质的时候呢，它为什么不允许去追求呢？啊？这时候呢，佛教在这个上面呢，他没有这样子去强迫的去一定要当苦行僧啊等等，没有这样子啊，这个是人允许追求的，这是第一个。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第二件事情，这个特别的重要啊。第二个，我们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了啊，需求是不一样。如果我们啊，还是一直都这个追求物质物质物质，除了物质以外没有其他的追求的话，那么刚才两个生命同样的出来了以后呢，现在啊，一条狗的追求和一个人的追求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啊。狗代表动物啊，它的追求永远都是这个食物啊，永远都是食物。那么人的追求也是永远都是物质，那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了啊，没有区别。两个我们自以为一条狗和一个人的生命的档次不一样，我们是高级生命啊。但是呢，我们刚才啊，从这个高级生命和低级生命的这个追求啊，那是如果都在物质的这个停留在这个物质上面，那追求都是一样的啊，不知道怎么样去高级低级啊。如果以这个感官来分的话，那有些时候狗的感官比我们厉害的呀啊，比如说啊，在这个地方某一个人经过了。过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知道吗？这个地方谁在经过这个地方？这个门谁经过了？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啊，狗知道啊，知道这个地方，因为它人的气味还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以后还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的啊嗅觉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啊。啊，这个灵敏度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是这比人的还高几百万倍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办法啊，分高和低的这个区别啊。那么，难道现在追求也是一样的东西呢？真正的高和低怎么样去区分呢？那我们就会说啊，我们就进化了很长很长时间了啊，进化了再长的时间也好，我们追求的别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啊，进化的时间再长有什么用吗？所以这时候呢，人应该有更高级的啊，高级的追求。那么高级的追求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有可能是哲学，有可能是艺术，有可能是宗教啊，都有可能，都是在这个心灵上的一些东西。那如果我们啊，衡量一个人的啊，一个人的这个他的一个这个心灵的这个成熟的过程啊，怎么样去衡量呢？就是有一种办法去衡量他的成熟的过程啊。如果一个人啊，只懂得追求物质，这个人的心灵没有任何啊，没有这人的心灵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追求，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人现在停留在什么地方呢？刚刚从这个物质里放出来的这个阶段，他就停留在这个阶段的人啊，所以一下子就知道这个人的成熟有多高啊，这个一下子就知道了这个人的今生的成熟的这个啊程度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从刚刚从物质里面放出来的就停留在这个阶段，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熟了。然后一个人就是懂得追求一些崇高的啊，有一些崇高的理想，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确定哦，这个人他现在停留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至少他没有停留在刚刚从这个物质啊，从这个物质里放出来的这个阶段，他不再停留在这个阶段，他已经成熟的啊，已经离那个阶段还走得有点远啊，成熟的有点不错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物质
首先不否定我们需要的啊，但是物质是不是给我们带来给我们创造幸福的所有的内容呢？啊，不是，是不是全部的内容呢？不是全部的内容，还有其他的东西，嗯。然后其他的啊，其他的这些领域当中啊，我们人的这种欲望会不断的增长啊。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一个秘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嗯，这个秘密是什么？这是佛教解密了啊，其实是2500多年前就已经解密了。今天2500年以后，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秘密了。但是呢，我想啊，我们平时不太喜欢去读佛书的这些人来说，也许这是一个秘密啊。那么这个秘密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平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幸福和不幸福呢，以我们的生活的水平来决定啊，生活的水平高我们幸福啊，生活水平低就不幸福啊，这是我们常人的啊这种想法啊。那么秘密是什么呢？啊，现在说不是这样子啊，这个生活的高水平的这个高和低，不是解决我们的幸福和不幸福啊。那么幸福和不幸福是怎么解决的呢？啊，这个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啊，我们幸福和不幸福，这就是秘密啊。这是不是个秘密啊？大家觉得？啊。这是一种秘密啊，这是一种秘密啊。我们平时大家都认为这个生活水平高，我们一定会幸福，所以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物质啊，各种各样的物质，把我们的身边的所有的东西都提升啊，我们的开的车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然后呢，住的房子呀也是越来越好啊。然后呢，家里的所有的这些家电啊，都是每一年每两年就提升。然后用的手机等等等等，所有都提升了啊。提升了以后呢，这些物质呢，任何一个物质啊都提升了，高高在上啊。然后唯一一个没有提升，是我自己没有提升啊。我没有提升，我自己的生命是没有提升的，我自己的心灵是没有提升的啊。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心灵呢，就是跪在这个所有物质的下面啊，所有的身边的东西都高高在上，唯一没有提升，从来没有提升过，就是我自己没有提升了，其余的所有我拥有的一切东西都提升了啊。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其实本来是这些物质是给我带来幸福的，我的愿望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要提升他们，主要的目标也是这样子，嗯。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提升呢，所以现在这些物质全部倒过来，不但是没有让我幸福，而且让我非常的不幸福。这个道理懂吗？对啊。那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对他的态度啊，态度有问题。比如说70年前80年前大家都是比较就比如说东南亚地区，很多尤其是东西方基本上都是差不多，很多地方的生活都是比较贫穷的时候很少听说过这个现代文明病现代文明病那么现代文明病就是肉蛋牛奶，就这三个就是因为营养超过了，日子过得太好了吃得太多了这吃得太多了以后呢，我自己能够吸收的这个能力跟这个不相应了它已经超过了我可以吸收的东西的这个标准，超标了以后呢，然后最后不但是我没有幸福，而且我就生病了文明病就是这样子出来的身体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心灵呢，又尤其是这样子，心灵就是更加就是这样子必须要知道我们幸福和不幸福呢就是以我们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来决定，而不是
太这个生活的水平来决定啊。我们所有的人啊，基本上都觉得我幸福和不幸福，就是以我的生活的水平来决定。所以我们拼命的去赚钱啊，拼命的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水平，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幸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忽略了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对这个生活的态度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心理学家他们知道一些啊，知道一些，但是知道的也不是很透彻。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真的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凭什么我们去不学习这些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不知道啊，这个以生活的态度来决定了，我们不知道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因为我没有提升我自己的心灵啊，所以呢，我们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呢，永远都停留在最早最早的这个阶段当中啊。然后呢，生活的水平呢，它就已经提高了，但是我们对它的态度没有提高，所以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物质生活的发展啊，这两个啊，有很大的这个失去平衡啊，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区别，在这个区别当中呢，产生了什么呢？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满啊，我们开始对这个生活不满啊。比如说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啊，就在30年当中，比如说英国人的这个物质的生活，他们的收入增长了66%啊，66%。30年当中啊，他们的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就提高这么大了，但是呢，他们的幸福指数呢，一点的变化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往上走，啊，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大家好好想想啊。还有日本也是一样的啊，在30年当中，他个人的这个消费的能力啊，增长了5倍。啊，增长了5倍，他的收入就是增长了5倍，但是他的幸福指数从来都没有啊，从来都没有增长。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啊，这叫做幸福经济学啊，幸福经济学。这物质到底给我们能不能带来幸福啊？如果能带来幸福的话，那只是多大的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幸福？啊，研究了以后啊，就是西方社会在这个方面呢，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研究了半个世纪，最后的结论，物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幸福指数当中，只有10%到15%啊，才跟这个物质有关系啊。那么剩下的我们的，比如说90%的幸福啊，幸福感，85%的幸福感是来自于什么呢？不是来自于物质，那么来自于什么呢？那来自于非物质的东西啊，除了物质以外的东西。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啊，一个人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啊，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这时候啊，本来人的这个幸福呢，只能有10%到15%才可以跟物质有关系啊。那么剩下的东西是非物质产生的，但是我们正好缺乏了这个啊。那我们现在这等于是缺乏了以后呢，等于是缺乏了我们的这个幸福感的90%和85%啊，因为90%或者85%啊，是来自于非物质啊。那么我们呢，一直都认为这个所有的幸福感都是来自于物质，然后拼命的去这个追求物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去考虑其他东西的时候，然后啊，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啊，就缺乏了。所以啊，
就是没有这个心腹的支数啊，为什么不增长的原因就是在这里，物质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这个房子啊，住的房子越来越大呀，中央空调啊，高级轿车呀，等等等等，用的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但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增长就是幸福感啊，没有增长了，幸福感没有增长。不但是没有增长，而且下降啊。比如说在美国啊，号称是自己号称是自己非常幸福的这种人，30年前就有 36% 啊 ,36% 的人说我很幸福，非常的幸福。嗯。然后呢 ,30 年以后呢啊，号称自己非常幸福的人有多少呢？只有 29%。啊，如果物质给我们带来幸福的话，那么他们的物质啊，就40年当中翻了三番，那么翻了三番，那么幸福指数为什么不但是不增长，而且下降呢？啊，这是什么理由呢？啊，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物资里面啊翻出来的时候，从来没有预料到这个啊。我们无天无也不吃，刚刚从这个物质里放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里面呢对物质充满希望，我们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物质来解决啊，只要我有像有多少就有多少这么多钱的话，那我是没有理由不幸福，我一定会很幸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对物质充满了希望，这个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惯了无天无业，根本没有吃没有喝呀那这个时候当然，这个时候我们的想法当然是这样子了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其他的目标，这个是很正常的。嗯，但是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就停留在这个地方，没有进步，这个就是最大的遗憾了。所以幸福指数就没办法提高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佛给我们有没有提供什么方法呢？有佛的方法，我首先讲第一个首先是什么呢？见少欲望，学会满足。这个是第一个欲望我们不可能没有欲望这个我们大家都做不到。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从佛教的语言讲，一个叫做凡夫，就是我们普通的人，没有欲望可能吗？不可能的从佛教徒的角度讲，比如说我要想成佛呀我要去度众生这也就是欲望。比如说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好好念佛，这也是欲望这也叫做欲望也是欲望。然后呢，比如说我要这个修禅定我要心要静下来我要明心见性呢，也是欲望，这也是欲望那么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是一样，就很多很多，我要去学佛度众生我要开悟等等等等，所有这都叫做欲望都叫做欲望，只不过这些都是佛法方面的欲望但是这个也是欲望，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欲望除了佛法以外，在生活当中生活，从家庭生活工作这方面的欲望，我们现在就是处在一个这样子的状态，能放得下吗？这个放不下的，不可能完全放下完全放下。佛教当然讲放下放下，一切都要放下，我们能放得下吗？怎么样放放下也得有需要给我们提供一种方法呀，才能够放得下呀，否则的话你站高高在上让我们放下，我们放不下，我们都是普通的众生，放不下的。那这个放，如果这个欲望放不下，但没关系但是一部分是必须要放下的一部分必须要放下，在这个欲望当中一部分是要放下。你们不要以为比如说佛教里面让我们放下那就是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就是宗教禁欲主义
宗教禁欲主义啊，那不是这样子，它没有禁止人的所有的欲望啊。佛知道我们能放下的是什么，不能放下的是什么。嗯，一部分是一定要放下的，但是我们不但是不放下啊，还有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会说压力啊，压力就是动力啊，欲望就是发展的动力啊，我们会怎么说，是吧？没错啊，欲望的确是有些时候它是发展的动力啊，不但是工作和生活上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学佛的时候呢啊，我要有一个，比如说我一定要成佛呀，度众生啊，我一定要念佛呀，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这些欲望都没有了，那就是没有学佛的动力啊。所以欲望是这个发展的动力，这句话说的没错。嗯，欲望就是动力，但是呢，我们普通人呢，永远都说自己喜欢的这一面啊，另外一面我们不去考虑啊。任何一个物质，任何一个东西，它有正和负两面的啊，正面和负面。那么负面的东西是什么呢？欲望啊，它有可能让我发展啊，有可能它彻底会让我崩溃或者毁掉啊，这都是欲望才能够做得到啊，欲望才能做得到。所以我们只看欲望的好的一面啊，然后呢不好的一面，负面的东西啊永远都不说，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出问题了。嗯啊，我们鼓励大家欲望要有欲望啊，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是刚才这个有吴教授也提到了啊，说到了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物欲横流啊。为什么横流呢？我们不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广告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刺激我们的，激活我们的欲望啊。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有欲望的，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刺激呀。啊，每一个人的心刺激刺激刺激到24小时，各种各样的广告，广告是来干什么呢？让我们贫穷的人去看有钱人的生活，有钱人住的房子，有钱人穿的衣服，有钱人戴的手表，然后呢刺激我们呢，然后呢稍微有，如果有一点点存款的话，那没办法了，马上就要去买这些东西了啊。这个就是广告的效果啊，这就是刺激我们的欲望啊，然后适当的刺激可以的，不错的。比如说你看到了有钱人的生活啊，如果没有看到，那你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追求，有可能永远都过不上有钱人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超标了啊，超标了的话，那什么样子呢？欲望超标了以后呢啊，然后我们的精神上一定会啊出很大的问题啊。问题是什么啊？严重和不严重啊？不严重的是什么呢？让我永远都感觉不到人间的幸福啊，这个还算是比较轻的了啊，比较简单啊，比较轻的啊，不严重的啊。严重的是什么呢？严重的让我走极端的路啊，抑郁症、自杀。就是这样子，这都是欲望的结果呀，这都是欲望的结果。就像我们啊，抑郁症，像世界银行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就说啊，抑郁症啊，不久的将来啊，变成全球公众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啊，健康问题。21世纪三个杀手级别的疾病是什么呢？啊，艾滋病啊，癌症啊，还有一个就是抑郁症啊，抑郁症啊。2020呢，它就是会变成啊世界的第二大杀手啊，抑郁症。嗯，那抑郁症呢，它仅仅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啊精神上的啊疾病。然后它慢慢的发展了以后呢，啊，它就影响到人的啊生理上啊，最后呢，现在的抑郁症，它不单是一个人啊，让他失眠呐、不开心呐、不仅仅是这些，完全可以夺走一个人的性命呢，
啊，已经发展到这样子的地步了。那这一切是为什么呢？这一切就是我们忽略了今生的这个灵语啊，今生怎么提升，心灵怎么提升，生命怎么提升，忽略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知识，所有的技术，所有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力量都用来这个提升物质的，它最终导致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今天呢，可以不学佛，可以不信佛也可以没有任何的信仰，这只是个人的追求，都没关系的。但是任何一个，比如说佛教徒也好，基督徒也好，无神论者也好，这心灵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啊。那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轻度的、轻微的，就是让你永远都感觉不到幸福啊；严重的就是走极端的路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啊，你比如说不学佛呀、不信佛呀，都没关系的啊。信佛不信佛是自己的选择，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人的今生一直都停留在刚刚从物质里面放出来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灵没有提升然后就导致了这样子的问题。那有什么样的方法，有没有什么方法呢？有减少欲望。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节奏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越来越快然后呢，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为什么这么大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台湾人的幸福指数也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但是呢我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界还不认同这个这个稍微有点点高，觉得很多人觉得没有那么高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趋向大家我们所有人的幸福指数就在下滑，没有一个幸福指数是越来越高总的来说就是这样。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地方的幸福指数稍微高一点，有些地方稍微低一点，都有区别的。这个有到底有多大，这个数据有没有可信度，这个我们没办法讲总的来说，我们的物质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但是我们越来越不幸福，这是事实。比如说在美国，他们的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一个短短的时间，40年的时间当中他们的这个物质收入翻了三番，但是呢，他们的现在的这个小孩得抑郁症，得各种各样的这个精神病的几率比他们的祖先的时候高三倍高三倍这为什么呢？大家应该想想因为他们的交通通讯各方面的这个拥有的东西呢，比他们的祖先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三倍可能是十几倍。我们现代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再不过常的这些东西在古人或者300年以前他们做梦都没有梦见过。我们今天物质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这个就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给我们创造的这个物质的生活这个是科学的成就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讲的话，我们是有这么多的物质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下一代或者是现在就七八岁的小孩，为什么他们比他们的祖先的时候的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灵的疾病呢，为什么高三倍呢这个我们刚刚从这个屋子里面放出来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过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只想我要喝水，我要吃东西喝到水，吃到食物，寻找到食物，那我一定会很幸福。但这个背后有没有其他东西，谁都没有去想过但是慢慢的就是我们就已经，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追求就是食物和水然后这个外面的东西发展的太快了，我们心里呢没有来得及调整没有来得及调整的这个时候呢，
然后啊，然后我们的精灵啊，就这些物质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心灵的疾病。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身边的所有东西生机了啊，我们的心灵就跪在所有物质的下面。这个时候，这些物质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而且让我们很痛苦的意思是这样子。这个有佛经的证据，也有科学的数据啊，这不是一个人说的呀，这就是有科学的数据的。那这种情况下，佛陀让我们减少欲望啊，适当的减少一下这个欲望。减少欲望的前提是什么呢？啊，还有一个秘密，这个也许你们觉得不是什么秘密，这个我们早就知道就好啊。这什么秘密呢？就是一个心灵的一个延边的自然的规律啊，学心理学的都知道啊，但是他们不知道像佛讲的那么的深刻。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延边的规律呢？延边的过程呢？啊，首先啊，我们要有，比如说一个车子啊，或者一个房子。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想了很多很多年，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啊，就拼命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东西，就搞到手以后啊，然后给我们的心灵上的带来的一个啊影响啊，这是有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刚才已经确定了啊，幸福不是这个车子，而是这个车子给我带来的一种感觉，一种感受啊。房子不是幸福，而是它给我带来的某一种比较愉悦、比较开心、比较我愿意接受的一种感受啊，叫做幸福。那么这个车啊，给我带来一个这样子感受的话，那就是有这个中间有一系列的问题啊，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这个物质啊，这个物质一定要在我心目当中一定要叫就长期要有新鲜感啊，必须要有新鲜感的。因为有了新鲜感以后呢，然后我对这个东西啊才有满足感啊，满足感呢，这东西是在我心里啊一直都有新鲜感，然后我对它有满足感，然后有满足感以后呢，我才会有啊，会有幸福感，幸福感的基础是这两个啊，这两个是不能没有的啊，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啊。某一个物质要给我带来幸福的话，它的前提的条件必须是这两个，必须要有新鲜感啊，必须要有满足感，才能够给我带来幸福感啊。那什么样的东西啊，永远都给我带来新鲜感呢？大家想想，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呢？啊，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呢？没有的啊。比如说房子、车子这一类的这些所有的啊，我们很喜欢的这些东西啊，有了以后啊，有了以后有可能半年、一年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它在我的心里啊是有一种新鲜感啊，有一种新鲜感，然后有新鲜感的时候。有新鲜感的时候呢，因为我有一个这样子的，拥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心里就有满足感，有满足感，这个物质它可以满足我啊，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是有这种幸福感呢、快乐感呢可以有的，可以有的。但是各位啊，一定要知道，任何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一辆车，就是为了卖这个车啊，拼命的去赚钱，打工加班，然后拼命了很长时间以后，总有一天我们卖了这辆车，然后呢，在之前呢在之前我们非这个车对我的心目当中啊。
就是这个吃对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魅力。然后现在呢就这部车搞到手里以后，然后就是有几个月半年一年当中，慢慢的就消失他对我的这种新鲜感。在美术学里面呢，这个叫什么呢这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审美疲劳。对，说得非常好。审美疲劳就是，对对对，审美疲劳是什么呢美术学里面呢，美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审美疲劳审美观，人的审美观是它的前提是什么呢？它必须要保持新鲜感才能够觉得这个是很美丽的，很完美的但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东西？没有，永远都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大家想想家里的车子是这样子吗？房子是这样子吗？然后我们平时拥有的所有的东西，你们的名贵的包然后呢手表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有没有在你的心里永远都是有新鲜感呢？没有，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不可能的。也许刚才这位女士刚才回答的，从这个理论的角度讲，你们可以跟我说，你没有背过这样子的包，你怎么知道没有新鲜感呢？是啊，我没有背过这样子的包但是呢，我知道呀。所以你刚才说，因为我不是狗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那就是说这些表、包、房子、车子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电子产品、数码电器这些所有东西，当我们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呢，我们很想拥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告到手里面呢，也许你可能喜欢半个小时也许喜欢一天也许喜欢两天，绝对慢慢的就从喜欢冲动到淡化，最后就是消失绝对是这样子的。大家认同这个观点，我想大家一定会认同这个观点的然后消失了以后呢，这就是审美疲劳他现在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新鲜感呢没有新鲜感了然后没有新鲜感以后呢，然后开始他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我对他不感兴趣了不新鲜，没有新鲜感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他不感兴趣了然后我不感兴趣，那但是呢我有其他的欲望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但是立即就我们又去看广告，又去看这些有钱人的东西以后呢，然后就有产生另外的一种欲望出来了然后这个欲望呢，跟我以前完全是又重复一遍重复一遍，又从欲望冲动，然后就是告到手，然后审美疲劳，最后不感兴趣这样以后呢，我们永远都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了，大家知道吧？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那么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没有幸福的时候了，因为幸福就是要满足感因为满足了以后呢，才能够幸福。那现在不满足不满足，这样子就没有幸福感了，没有幸福感。所以我刚才讲这个美国教授的这种研究就是一种西方的一个纯粹是用物质来解决当然西方不是所有人这样子但是一部分人比如说用物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所有问题的这种渠道这种寻找幸福的方式，那就是一定会失败的，最后是没有办法了，最后得不到。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物质它都是不能永远都保持这个新鲜感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它一开始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满足感了，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任何一个物质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是有局限性的
啊，举贤亲德。但是我们的欲望呢，它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啊，无限的空间。所以一个有限的东西来填充一个无限的空间，这个是永远都不会成功的啊，不会成功的。所以大家啊，想希望拥有一个幸福的生活的话啊，那么物质当然需要了，这个我们没有说不需要物质，基本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基本的生活的需求啊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必须要学会满足啊，必须要学会满足啊。如果我们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时候，是怎么样学会满足？满足学会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学会满足啊。但是基本的生活的需求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完全是可以学会满足的啊。学会满足，然后有了满足以后呢，然后啊，就是一杯水也可以变成啊，也可以变成给我们制造一个幸福的因素啊。这个时候呢，开始啊，我们开始啊，真正的感觉到人间的这个幸福、轻松、自在、自由这样子的。嗯，否则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呢、啊，就变成一个庞大的机器，这个机器里面呢有上万条这个齿轮，一个齿轮转动另外一个齿轮，这样子转转转啊，其中一个齿轮不转了，那它就一定会坏掉的啊，就只有淘汰了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就变成这样子一个赚钱的机器一样的，想慢也就是没有办法慢下来的。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首先要减少我们自己的欲望啊，适当的控制。嗯，前提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啊，如果我这样子下去，我永远都不会幸福的啊。那我到底要不要幸福呢？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动物都是追求幸福的，那么既然是需要幸福，那我们要去创造幸福的这个条件啊。幸福创造幸福的条件，它不是欲望，而是控制欲望，适当的控制欲望，适当的控制欲望。2004年的《环球科学》啊，这个杂志上面呢，就是讲了五个啊，使人感到幸福的方法啊，让我们找到幸福的方法。五个里面呢，没有一个是让我们拼命的去赚钱啊，全部都是什么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学会满意满足啊，就围绕着这个满足的啊话题啊，学啊啊这个活在当下呀啊，学会吃度呀，不要过度的去专注目标啊啊，学会吃度是什么呢？任何一个追求都要有吃度啊，超标了这个吃度啊，这度超了以后不会幸福的啊。就是这些啊，都是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满足、满意啊这样子的、这个话题啊。所以我们首先要去学啊满意，学会满意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减少欲望，学会满意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让我们去过一个非常艰苦的日子，是不是让我们回到80、90年前的生活呢？不是这样子啊。生活，大家一定要知道，生活的水平跟生活的品质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呢？你回答，你刚才回答也是非常准确的啊。再次希望你回答一个，来一个准确的回答啊！生活的水平和生活的质量、品质有关系吗？请问有关系吗？生活的品质和生活的水平啊，有关系吗？脱离房子先不说，生活的水平啊，生活的水平知道吧？生活的水平当然知道了，生活的品质也知道了，这两个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上海，我们
很想回答说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要诚实的说，还是有一些些想法。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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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感知和励志的一个冲突啊。你从励志上讲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你很想回答这，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有关系。对啊，这个我们也就是讲这我们的幸福感不可能跟完全跟物质没有关系，这不可能的，有关系了。但是呢不成比啊，没有这样子的关系，就是说生活的水平呢是以物质来衡量的啊，所以呢它的高和低是物质的丰富和不丰富了。嗯，生活的品质或者是生活的质量里面就有人的主观意识的这个幸福感啊，所以它不是纯粹是物质啊，所以这两个啊不成比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的水平呢没有那么的高啊，但是呢生活的品质可以很高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生活的品质啊，生活的质量不需要下降啊，但是呢生活的这个物质方面的水平呢不要太挑剔啊，不要这个太高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减少欲望啊，减少适当的减少欲望，然后学会满足，这是第一个。接下来还有一个啊，我们刚才讲了佛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我再重复一遍，第一个减少欲望，我们没有说不要有欲望啊，这个是空谈，没有办法做到的。减少欲望，学会满足啊，这是第一个方案。嗯，然后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减少自私啊，减少自私，或者是换一句话啊，减少抱怨啊，减少抱怨，增长爱心啊，增长慈悲或者爱心啊，都可以的。嗯，这是第二个啊，这是第二个方法啊。那我们真正的幸福感啊，是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呢？这个话就是有一点点就涉及到这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了。这个该不该问呢？可以问吗？啊，你回答一下，你觉得啊，你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是最幸福呢？我觉得在诵经啊，诵经的时候啊，你就是一个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是另外一个话来讲是一个非常狂热的佛教徒，所以所以呢，你的佛这个幸福之书呢，这个不能作为一个标准了。呵呵呵呵呵呵，我们另外一个啊回答，请你回答啊啊，你觉得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呢？学佛的时候呢，恋爱的时候，吃喝玩乐的时候啊，越来越多清净的念头啊，现在是越来越好，对，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一个，但是呢这个后面的呢还是比较我们佛教化了啊，这个也是不能说作为所有人的标准。嗯，这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私人的问题了，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刚才我们前面讲到的一样，有些人呢觉得，比如说有些人就会说啊，我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幸福了，有些人就会说啊，我们家里不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最幸福了。这可能不一样的啊，但是告诉大家啊，真正的幸福的时候啊，我们允许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幸福的时候，这个是有的。我们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啊，根据每一个人的背景环境，允许有各式各样的幸福的方式，这些东西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啊，这个没问题的。但是有一个真正的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是可能是
大家还没有感觉到啊。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呢？当你感觉到，当你发觉你的生命的真正的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这懂吗？大家知道的啊。好，那么当我们发觉啊，我的生命的真正的价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啊？没什么？需要被为别人做。哦，是被需要的时候，对，不错，是的，回答准确，谢谢。是呀。真正的我们，当我们啊发觉啊这个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或者是我重新认识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啊，不是我吃啊暴吃暴饮的时候，不是狂街卖很多东西的时候，不是买得起一辆车子的时候，这些都不是。这些时候呢，当然可以有一种成就感，这个可以有的，但是都不是真正的啊发现自己的这个生命啊生存的价值的时候，是你发现啊你对别人有很大的帮助的时候了啊，就是你发现呢，你可以帮啊，你比如说你的存在啊对别人有很大的帮助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时候，这时候呢啊，你就会有一种真正的这个成就感，真正的成就感，然后有一个真正的满足感。所以这个时候呢，从此以后啊，你的生活从来就是不觉得啊生活乏味，没有意义，很无聊。从此以后呢，这些想法都会消失的啊。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就是你能够帮到别人的时候了啊啊。所以藏传佛教啊讲，我想可能在座的很多人知道，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修心八颂啊。修心八颂，我想你们可能很多人知道啊。有多少个人知道？我们举个手，修心八颂。啊，还是挺多的，嗯，对呀、啊，修心八颂啊，它只有八个偈颂，只有八个偈颂，很小很小的一个，从文字的角度来讲，那是很小很小的一个佛经，嗯，只有八个偈颂，嗯，每一个偈颂就有四句话，嗯，啊，那它的第一句话是讲什么呢？啊，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生命啊，所有的生命看作如意宝啊，当作如意宝。什么是如意宝呢？啊，古代的这个传说里面呢，有一种宝珠叫做如意宝。如果我们获得了这个如意宝的话，我们把这个如意宝供起来，然后呢，向它祈祷的话啊，相有什么就有什么，心想事成。嗯，一个这传说当中的一个珠宝啊。那么，所有的众生啊，都要当做这样子的如意宝。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当作如意宝呢？从佛法的这个博大精深，从这个角度讲，当然有很多很多深层次的利益，但从最表面的讲啊，我们今天的真正的这个幸福感，嗯，幸福感是他们给我们的，知道吗？啊，比如说啊，你去当义工也好啊，或者是去帮助，反正去做任何一个对别人有利的事情啊，帮助别人的事情，而且你是发自内心的去做啊，诚心实意的去做，然后呢，做好了以后呢，你一定会心里非常非常的幸福啊，一定会非常的幸福，而且这种幸福呢啊，完全超越啊你赚到钱的时候的幸福感，完全超越你买到
高级脚吃的时候的幸福感完全超越啊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家庭的和睦呀稳定的收入呀环游世界呀完全可以超越这所有时候的这种成就感它完全可以超越、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生存的价值那个时候呢就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啊也是有价值的啊生存是有意义的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啊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成就感呢 啊然后对自己非常的满意啊对自己的生命啊没从此以后呢对自己的生命是没有这种不满的啊对这个社会啊对各种各样的人从此以后没有不满啊因为没有不满所以没有抱怨啊没有抱怨啊对家庭啊对同事同学对这个社会没有抱怨、啊、从此以后抱怨啊不满等等所有消失同时就是感觉到一个强烈的啊这个幸福感啊就是觉得发现我生存是非常有意义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这时候呢是真正的幸福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这时候是真正的幸福的时候啊国际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家啊他在用这个佛教的方法他跟他的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啊讲啊如果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两个星期的话我一定可以向你保证啊你的抑郁症是可以治好的啊然后他的方法是什么呢那你的方法是什么呢那你每天都要去想啊我怎么样让别人幸福啊就像这个很简单呢 啊这个我想比如说我今天在给大家这样讲的话我想你们很多人都是用怀疑的眼神来看我、嗯、肯定的啊但是这个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个很异常这个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很多人不觉得这样子怎么可能呢我天天去想我怎么样让别人幸福这样子难道这样子我就可以这个我的这么严重的抑郁症的治好了吗不可能吧啊但是这个是可能的嗯但是这个医生啊这个医生他没有讲这个原理他没有讲为什么这样子啊这个原理是我告诉大家的啊是不是我发现的我是用佛教的这个理论去解读这个心理学的方法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我们觉得我特别特别感觉到幸福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我最想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知道吗这个明白吗啊我最幸福的时候啊我最幸福最幸福的时候是很想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啊、嗯、那你什么时候很想活在这个地球上呢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发现我这个人的存在是非常有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最最想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时候是我发现啊我的这个存在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时候了嗯那这是什么时候呢你什么时候发现啊你的存在是这个很有用的这个发掘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当你啊帮助到别人的时候或者是你发现有更多的人你去帮助他们而且你能够帮助他们啊你发现这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你非常非常的啊活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而且你非常幸福的时候啊当时你不觉得很幸福明天去看明年你就会去看一下我这一生当中啊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你一定会说出哦这个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刚才问大家什么时候最后最幸福的时候很多人在想都好像都没有想出来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啊啊买一个啊高级轿车的时候吗啊或者是就是到星巴克去喝咖啡的时候吗
啊，或者是去这个喝这个功夫茶的时候吗？啊，或者是等等等等很多了。嗯，这些时候我们都不否定，这个时候都是幸福的啊，都是幸福。这都，但是这不就在人生当中，你要就选一个最幸福的时候。你说我喝咖啡的时候最幸福，那这个不至于吧？这个没有那样子，太世俗了。嗯，啊，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定会想到，哦，那个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帮这个说来说去，最后呢是什么？就是你帮到人的时候啊，你帮助到人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了。然后你干发掘了自己的生存的价值的时候呢，你就有成就感了。然后呢，你从此以后就不会说我活得没有意义啊。有钱的人也会啊，上市公司的老总都过来说，哎，我为什么活着呢？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呢。上市公司多少钱呢？大家想想，他都不知道活为什么要活着，那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但是没关系，我们这个有些时候我生存的价值，有些时候跟钱是没有关系的啊。最有关系的时候是刚刚从这个屋子里面放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钱特别特别的重要啊。然后放出来一段时间，我填饱肚子以后呢，我觉得钱不是很重要，当然需要钱啊。我们佛教没有说啊，一定要当苦行僧，一定要佛所有的佛教徒一定要当苦日，要过苦日子，从来没有。嗯，我们经常也在讲啊，比如说是一个佛，他如果内在啊，比如说他有出离心，有菩提心，有善良的心，对这个生命轮回，对因果啊，都有这个敬畏和相信，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人的外表啊，完全是可以打扮成一个非常时尚的啊，都没关系的。佛教都不一定要很秃啊啊，所以所以我们啊，这个外面呢，你可以打扮什么样的都没有关系的，主要是里面啊。如果你里面没有做好了，那外面打扮的再土再怎么样都没有用了啊。这土不土不能来衡量这个是不是佛教徒的标准呢？啊，所以我们啊，佛教徒呢，我们经常也在讲啊，年轻人学佛的时候，他完全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非常自由的这个气氛下啊，信佛学佛，这完全是没问题的。嗯，就是我们学佛的时候，有些时候哎，高度的紧张，因为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本来现代的人就是够啊郁闷了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么东西啊，这么多的压力啊，本来就这么多压力。如果没有学佛的话，可能是五年以后这个抑郁症，那学了佛以后就两年就抑郁症了。学了佛以后，这个时间呢，速度加快了。为什么速度加快了呢？因为这规矩太多了。有些规矩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有什么叫做有用和没有用呢？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讲的不能杀盗淫妄这样子的东西呢，人类历史再发展到一万年两万年的时候还是有价值的。人不能杀的，生命是要尊重的，任何环境任何年代任何时代都不能剥夺啊别人的这个生存的权利啊，杀盗啊，然后我们一个人除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以外，最珍贵的是就是我们的物质财富呀，因为我们为了它就付出了一辈子的时间啊，那好不容易现在有一点钱，这个剥夺，那当然是对它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呀，所以就是任何时候啊，任何年代。都不允许的啊！我们再进化了五万年、十万年以后，也不允许的，没有权利去剥夺别人的生存的权利和别人的私有财产。嗯，杀盗淫妄，比如说也没有权利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啊，
这个是任何年代都是一样，也没有去权力啊欺骗人。这四个是佛教的基本的教戒律啊，基本的戒律，这个里面没有教条性的东西，这是实实在在的，这都不能做的啊。如果佛教里面没有这东西，那国家法律也不允许的呀啊。除了这些以外，佛教里面它尤其是大乘佛教，它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啊，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这样子的，说文化也好，说宗教也好，就是按西方的这个标准来讲呢，佛教它的确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种教育，它是一种文化啊，这样子，嗯。所以这个啊，佛法呢，我们学佛啊，就不要去制造太多太多的压力啊，不要去这个去有这么多的去啊。创建这么这么多的这个让人不幸福的不开心的这样子的没有必要的教条性的东西都没有的，嗯。但是关键的问题，那是不是这个就说明是没有原则呢？不是，有原则，杀盗淫妄这样子是永远都不能做的啊！凡是害人的啊，凡是伤害别人的事情，他都不允许做的，嗯。这就是佛教的这个戒律呀啊，这样子啊。然后啊，我们很在这个行为上啊，行为上，在这个打扮、吃东西，然后呢，我们吃饭也是，比如说，我们不允许在任何时候、任何年代都不允许吃活的东西啊。这个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所有佛教的这个要求最低的限度呀，比如说在海边的很多人都是喜欢吃海鲜的啊，而且必须要吃活的啊，活的啊，这样子才有吃海鲜的感觉啊，所以很多人就想吃活的啊。那我们很多这个佛教徒也有这种习惯，但是呢，吃海鲜如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放下，那也没关系，但是呢不能吃活的啊。如果其他的也是这样子啊，如果能够吃素，那当然是最好了啊。从健康的角度，从环保的角度，从各种啊，比如说低碳生活啊，大家都在倡导，从各个角度来讲最好的，嗯。但是实在是不能放下的话，我们学佛和吃素啊不能等同的啊。如果这个等同了以后呢，很多人想学佛，但是呢他们把学佛和吃素啊当成一回事啊，本来是很想学佛，但是呢因为他没办法吃素啊，魂他放不下，所以就不学了啊，不学了。所以我们全世界的这个宗教信徒里面最少的，就是这些大型的宗教里面呢，最少的是佛教徒啊，少得很可怜的，嗯，少得很可怜，本来就这么小，然后我们把范围再小再小再小以后呢，最后这个任何人都不适应了啊，最后呢，我们可能几个可能是几个庙里面的出家人和可能是老太太啊，然后呢，他们可能可以学啊，其他人都没办法学了啊，最后就佛教不要弄成这样子了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啊可以很自由。轻松、幸福、开心，这样子学佛。佛教是让我们开心的、幸福的，不但是这一生幸福，而且生生世世幸福啊！不但是我幸福，而且让更多的人幸福。他佛教他要达到的目的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子，并不是这些教条、这些心思啊，都不是。所以大乘佛教的这个开放的大乘佛教里面，它本来就是没有这些，它是非常人性化的啊。然后呢，我们啊把这样子的佛法去学，主要是一个要获得一个内在的啊自由，嗯，把自己的心灵啊提升，生命的级别提升，净化心灵啊，这样子以后呢，这物质可以有啊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
原则上我们过一个比较朴素 简单的生活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过这个比较奢侈的生活也没关系呀，这奢侈的东西你又不是去偷的，又不是去抢的，是你自己挣的钱然后呢你现在这些物质呀对你也没有带来太多太多的负面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可以用呢那没有理由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气氛下学习修心，主要是我们把这个今生的修心上的要提高，这个特别重要我觉得这个我们比如说台湾这边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佛教徒，我至少我见到过的我了解的人当中呢学习的人不是很多，烧香拜佛的人特别多，学习的人就不是很多了然后呢学习的人当中真正去修的人呢就很少很少。所以这样子以后呢修的人很少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得不到这种安宁安静这个内在的这个自由，内在的轻松这都得不到的。如果这个得不到呢，那我们越学佛就是越紧张，越学佛压力越大，越学佛就越郁闷最后就是没有人学了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首先把这些要搞明白，然后呢就是要修心，我刚才讲的这种爱心也要培养的，要培养我们刚刚讲这个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呢，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是最幸福那这个幸福是我们可以创造的怎么样创造呢，比如说现在有可能我们很多人都只有我们普通人的爱心，这叫做小爱还没有大爱那这个大爱呢叫做菩提心的基础，佛大乘佛教里面讲的这种爱这个就是它的对象是所有的生命无论是基督徒也好，这个伊斯兰教也好，无论是唯物论者也好，无论是人也好，动物也好这个是所有的生命都是这个爱的对象。那这时候他不是爱一个人两个人，他爱所有的生命那这个是可以培养的培养的方法呢佛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有学，没有修心，没有大足那没有大足那就是没有办法培养这些培养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今天现场有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唯物论者那么他可不可以修这个慈悲心呢？当然可以的呀。唯物论者他在他的观点上完全可以保留他的观点，但是呢他也应该爱所有的生命这没问题不冲突呀，不但是不冲突，而且他也会更加的幸福呀。所以这个训练的方法很多西方的真正的这些科学家哲学家很多人也说，他们说佛教这东西你越仔细看它越是不像一个宗教，它就越是像一个心理学和这个哲学其实当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学和哲学我们把佛教也这个当作一个普通的心理学和哲学那当然是错误了，但它完全我们可以这么说，它完全是一个超级的心理学和超级的哲学，这没问题的它不但是有一个理论，而且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实践可以实践的可以去落实到生活当中，可以落实到家庭，可以落实到工作当中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人也很轻松也很幸福，然后呢对社会对这个家庭，对身边的很多人也有利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就感觉到幸福真正这个时候你帮助到社会对社会有用，对家庭有用，发现自己对这个同事同学都有用的时候，这时候呢才发现我的生命的这个价值从此以后呢
你就变得一个很开朗的，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很潇洒的，一个很幸福的人。从此以后你是绝对不会得抑郁症。谢谢。sonumda yi tamjo zuba ni do ni ni pe de na ba ji jiga na ji wa mo de ba zhe bin zo le do wa do ge zo om a hom ban zhe ge pa ma se de om a hom ban zhe ge pa ma se de Oh, my God.